还要一个这个，看这东西的话。这个它这焊机最初线能焊动多少？啊？你们用的钢筋最初的用多少？我焊过机焊最高就这都焊过28了。28也焊到了。是啊。它这多大都能焊，这不是说6焊直接要到800安吉了，这已经好保鲜配好了。你看32都能焊，就时间长了。它这个线多长？因为它都短时工作呀。带几个一次？我一人都是一人干啊，一人干，这人干完了，那人干。这人他填料，他干的，他干完了，这拿的。接两个把线是吧？实际他是操作就是一最终操作一人。原来他们操作不熟的时候，四个吧，干十一台。他要少了，这前面还要。